来台中嚣张犯罪，天南地北，我们一定要抓到你，不要以为我们的警察是塑胶做的哈。中央评鉴我们台中的治安很好，也因此赶来台中嚣张犯罪，天南地北，我们一定要抓到你，不要以为我们的警察是塑胶做的哈。那昨天这个案例就是典型，因为嫌犯到台中来犯案，那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是个有名的扣霸棚哈，它是全国知名的摊商，那也因此在这个地方破案引起大家的关注。但是台中市的警察非常有为，5个小时之内啊，跨区抓到嫌犯啊，绳之以法。我想警察就是打击犯罪，一个城市不可能没有犯罪，但是最重要是打击犯罪的能力。我想过去不管是球棒事件，不管是这个控霸他的事件，我们的警察都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绳之以法，迅速破案打击犯罪。我觉得这才是台中市治安受到肯定的原因哈，因为我们有一群训练非常精良，而且守护台中、守护市民的警察同仁。